乾隆皇帝的三个皇后，布拉那拉最为受宠，却悲情一生。乾隆皇帝一生有三个皇后，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，其中布拉那拉最受宠，因为生性刚强，与乾隆反目，成为废后。现在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位，孝贤皇后富察氏。富察氏，满洲镶黄旗人，察哈尔总管李荣宝之女，曾祖父哈什屯顺治时任议政大臣，祖父米斯汗康熙时任内务府总管、户部尚书、议政大臣。雍正五年，富察氏成为宝亲王弘历的嫡国姬，这一年他只有15岁。乾隆二年，富察氏被册为皇后。富察氏和乾隆皇帝是非常相爱的，时人言为家敬服，钟爱异常。而且富察氏性贤淑，尚节俭，不奢华，孝顺太后，敬重乾隆，他的后位是无法撼动的。然而富察氏的命运多舛，爱子夭折，又猜疑乾隆变心，后在南巡散心的途中突然病逝，这位贤惠的皇后年仅37岁。富察氏的离去让乾隆很是悲伤，他为此做了大量的挽诗，保持他宫殿人雅，每年也会在他宫中待上许久，只为纪念。第二位，布拉那拉。布拉那拉如意，左领纳尔部之女，也是废后布拉那拉宜修的亲侄女。布拉那拉从侧福晋到贤妃、贤贵妃、皇贵妃，乾隆第二任皇后，她的上位成功除了太后的力保，也有乾隆皇帝的喜爱之情。布拉那拉性格刚强，一生爱恨分明，因爱生恨而与乾隆反目，从恩爱有家到信任破灭的婚姻历程。可以说布拉那拉一生机关奋进，却落得被母族所抛弃，也是清朝历史上最悲情的皇后，成为最后。第三位，孝仪皇后魏佳氏。魏佳氏是汉人女子，父亲包衣管领清台，由正黄旗汉军抬旗入镶黄旗满洲，这位汉人娘娘的身份才有了提升。乾隆皇帝喜欢魏佳氏的善解人意、温柔婉约，19岁的她被乾隆封为令嫔，列三嫔之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魏佳氏为乾隆生下四子二女，而子欣觉罗如女，乾隆皇帝的第15子，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。魏佳氏死后被封为孝仪皇后，最主要的是她与乾隆葬在一起，也是最大的福分了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